哦，其实这个奖项哈、哦、是属于公司200多个同事的，做老板的只是一个。organizer 把全球资源 organize 起来，能够获奖的，老老实实讲一句，都是因为同事每一天在每一家店努力的工作换回来的。我们做企业家的最大的一个心愿哦，就是希望能够把生意做好做强，让大家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合作伙伴，大家都有机会一起共荣，人人共好。